观众朋友，现在我们在天津体育馆向您现场直播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的冠军决赛。这是中国男子乒乓球队对瑞典男子乒乓球队，前两盘双方是打成1-1平。下面将要进行的是第三盘，是瑞典的卡尔松对中国的丁松。丁松这个队员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也许大家不是很熟悉。这个队员24岁，是右手横握球拍是打削球的，他正手是反胶，反手是正胶。他是94年全国锦标赛混合双打的第一名。他是一名削球手，但是同别的这个削球啊有不同的地方。昨天的这个吕林呢，特别向我们介绍，他在防守时候增加了这个攻击力，所以加上这个变化多端的发球、搓球和爆发的这个冲力，那么很有实力。他的特点有两个，一个呢是发球的质量高，为下一盘的抢攻啊创造威胁；另外一个特点呢，他削球的旋转变化强。第三个特点呢，是打削球啊，一般的那么以正手位削为主，但是他结合反拉，所以给对方造成心理上的压力。大家看到运动员呢在选球，大家知道这选球啊，就是看看这球的这个飘不飘，软不软。一般呢都喜欢硬球，这个时候这个攻球的速度啊和他的这个弧线呢都不会改变。卡尔松这个队员呢，他是出生在1969年的5月29号。他是89年在多特蒙德的时候，那么第一次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现在嘛，他是25岁。这个队员在过去的2年里面一直是瑞典的单打冠军，是欧洲这个排名的第6。这个队员呢是在法国打球，现在在法国打球。他的特点呢是弧圈结合快攻，技术比较全面，没有明显的漏洞。他近台的防守、进攻都可以。如果说有漏洞嘛，那就是说他正手位的力量啊显得欠缺一点。再一个呢是个儿大，中间的速度慢一点，所以在这个比赛里边就看看能不能够这个丁松发挥自己的特长，把中间这个位置啊能够给他卡住。他的还有一个特点，他的反手位啊速度比较快。如果说这个拿卡尔松同佩尔森比较起来，那么他的技术呢，卡尔松的技术更加全面，缺点呢就是没有那两个人那么突出。现在比赛已经开始，我们向大家介绞比赛情况。现在是0-1，丁松在削球时候球出界了，现在是1-1平。现在是1-1平，现在是卡尔松发球1-1平。丁松现在给对方的中路，卡尔松攻了一板，现在2-1。观众朋友，现在我们向您介绍的，这是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的冠军决赛第三盘，前两盘双方打成1-1平，这是中国队对瑞典队。卡尔松拉起来，好，抢攻一板，拉起来以后，大家看丁松抢攻一板，丁松抢攻一板，这不但得了一分呢，而且给对方心理也是造成影响，因为他是削球，但是他削中的攻击力量很强。现在2-平，再攻一板，球出界。现在是3-2，现在换发球2-3，现在丁松发球。观众朋友，现在我们向您介绍第三盘，瑞典的是卡尔松，中国的是丁松。中国队在今天的团体比赛里面派出的3名选手是王涛、马文革和丁松。现在丁松发球，现在2-3，现在2-3。丁松了，丁松了，打过去以后，这卡尔松也料定了，然后斜线大对攻，这是2-4。那我们看到，确实丁松啊，他虽然是削球，但是他的攻击力量很强。现在丁松发球2-4，对方接发球就抢拉抢冲，攻球球出界，现在3-4，攻球球出界，现在3-4，现在3-4，现在丁松得了一分。现在丁松发球，现在是3-4。现在是4-4平，这是在这局比赛里面丁松发球得第一分，现在4-4平，现在4-4平，现在丁松发球4-4平，抢攻一板，对方回球一高，这丁松马上抢攻一板。观众朋友，这就是我们现在刚才向大家介绍，他发球的质量比较好，所以这样为下一板的这个抢攻啊创造条件。现在是5-4，现在丁松5-4领先一分。这是我们刚才向大家介绍，利用发球的变化使对方接发球出现一些失误，
这时候他就抢攻，现在5-4，对方抢了，斜线在打，球没有过，现在6-4，现在6-4，丁松现在以6-4领先，现在半发球4-6，应该说开局啊，这丁松打得还比较稳健。我们向大家介绍丁松这个队员呢，只有24岁，是右手红拍打削球，他正手是反胶，反手是正胶，所以这样的削球的旋转变化呢也还是多的。现在换发球4-6，现在是卡尔松发球4-6，卡尔松现在还是拉起来抢回板打对攻，第4个回合削球没有过，球没有过，但是这连续三板的攻球啊，这个时对方也是莫测的。丁松在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访问欧洲的时候，同一些个瑞典的强手都进行了交锋，那确实他们也觉得很难胜这个选手。连拉2板，丁松反手在削时这球出界了，现在是六平。现在6-6平，现在是卡尔松发球6-6平。丁松先搓了一板，卡尔松在提拉球时球失误了，现在6-7，丁松领先一分，现在卡尔松发球6-7，丁松回球高了，对方把球再拉起来，这球削得很低啊，再抢攻一板，过去了，第3板又回去了，第4板，在撩的时候这球出界了，现在7平，现在7-7平。现在7-7平，现在卡尔松发球7-7平，发球得分现在8-7，现在换发球7-8。观众朋友，我们向大家介绍瑞典男子乒乓球队，从40届、41届、42届已经连续蝉联3次男子团体的冠军，所以中国男子乒乓球队呢，像蔡振华所说的，已经等了很久了，就希望打这场比赛。那么当然这场比赛的胜负呢只有一个，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运动员在这种激烈的比赛里边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同时也是对这个世界乒乓球运动的一种推进。现在是7-8，现在是丁松发球7-8，落后一分，丁松发球得分8-8平。这是在这局比赛里面丁松发球得了第二分8-8平，丁松是利用发球来控制对方，然后呢也找机会的抢攻，抢攻一板这球出界了，现在是8-9。从根据我们这个不完全的统计啊，现在丁松的抢攻和丁松攻球的命中率几乎差不太多，现在是8-9，但是他在几次抢攻以后，使对方啊在心理上面恐怕产生一些影响，现在8-9，现在丁松落后一分，卡尔松提拉球球出界，现在9平。这样在这局比赛里边，这丁松发球已经得了3分了，现在9-9平，现在丁松发球9平。4分了，在9分里面有4分是发球得分，现在是10-9，抢攻打中了，这是11-9。这就是我们刚才向大家介绍，如果发球直接得分，另外发球质量好呢，对方接发球的时候就得稍高一点，自己马上创造抢攻的机会，11-9，这样丁松在这局比赛里面现在以11-9领先。观众朋友，在天津万人体育馆呢，简直是热气腾腾。这里的气温呢是非常高，本来这几天天津呢就比较热了，这里呢这么些观众都在加油，运动员又在跑动，所以整个的气氛很热烈。现在换发球9-11，现在卡尔松发球，卡尔松发球得分，现在10-11。卡尔松现在是正手抢攻一板11平，现在是11平，现在卡尔松发球。卡尔松在提拉球时球没有过，现在是11-12。现在是11-12。搓了一板，抢攻，好球！丁松这一板打的真是很多人都没有料到。这个如果没有平常的基本功的练习，要想打这一板那确实很难了。现在11-13，现在11-13，现在是丁松领先2分，卡尔松发球。这球比较高，但是卡尔松呢没有轻易的打。丁松突然又一板，14-11。观众朋友，我们向大家讲，丁松这个人呢打削球，但是他
不同呢，就是它发球的变化比较多，创造了很多抢攻的条件。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攻击力量比较强，攻击力量比较强。现在14-11，这样呢，它就活了。它既能够用削球来控制对方的这个用旋转来控制对方，用落点来控制对方，同时呢，它又可以有反击能力，有得分的手段。现在是14-11，丁松现在领先。又一板，台内球处理得好，现在是15-11。现在15-11，现在丁松领先4分。这观众在喊呢，丁松打得好，好球。卡尔松是接发球在抢攻直线，现在15-12。现在丁松发球，这球擦边而落，现在是15-13。大家看到卡尔松这个队员呢，确实很有威力。这正像瑞典队的乒乓球队教练所说的，这卡尔松呢是未来能够这个替代瓦尔德内尔的一个重要的选手，所以他在比赛中当中经验也比较丰富。现在是15-13，在接发球没有过，现在是16-13。这是在这局比赛里面，这丁松发球得了第五分了，现在是16-13。现在丁松发球16-13。在发球得了6分了，在这局比赛里面发球得了6分了。这时候卡尔松啊，就稍微要平静一下，然后马上到这个挡板的旁边啊擦擦汗。这时候我们看到观众席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再给中国队加油，再给中国队加油。现在是换发球13-17。丁松的攻击力量很强，13-18。这个小伙子在面对着这个世界强手，敢打敢拼，13-18，现在13-18，现在卡尔松发球，这样丁松在这局比赛里面领先5分了。接发球在抢攻球没有过，14-18。现在卡尔松发球14-18，击球，第二板出界，14-19。14-19，这两面不同性能的球拍啊，使这个削球的旋转的变化使对方很难测。现在14-19，现在卡尔松发球，再打板出界，14-20。现在卡尔松发球14-20。球擦网，14-20，卡尔松发球，球擦网，正着踢拉，球出界，21-14，丁松胜了第一局。观众朋友，刚才我们向大家现场直播了中国男子乒乓球队同瑞典男子乒乓球队进行第3盘的第一局，丁松以21-14获得胜利。
在这局比赛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丁松啊，他技术很全面，他是打削球，但是他削中反攻的能力非常强，特别是他的反击能力。所以他赢在哪儿呢？一个是赢在发球，他发球在这局比赛里面，根据我们的统计啊，也许有漏都漏掉的，就直接得分是6分，那这个比例就相当大了。再有一个呢，他在削中反攻，就反攻的命中率相当高，特别是在后一段，所以打一个是一个，打一个赢一个，和这样的这个比分呢就一再的拉开了，21-14先胜了第一局。下面将要开始的第二局的比赛，观众朋友，今天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中国队这三名选手王涛、马文革和丁松整个的拼劲非常足，他们确实不管胜负啊，要在场上要表现出中国运动员这种顽强的斗志。现在第二局比赛开始了，我们向大家介绍第二局比赛情况。哈尔东刚才是在打中路的时候也球出界了，1-0，现在是丁松领先1分，1-0，现在丁松发球1-0，丁松发球1-0，现在丁松发球，发球得分2-0，丁松发球得分2-0。现在丁松发球，卡尔松在接大球时球出界，3-0。大家这在激烈的比赛里面，如果连续的吃撞，或者连续的这个拉球失误，或者是连续接发球不过，这个心理上啊，再有经验也稳不住。攻一板，好球，4-0。这种攻击力量确实就弥补了这个削球当中的一些弱点了。现在把球再回起来，丁松打第二板球出界，5-0。看到这个情景，使我们回想起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张谢林的削球。当时这个张谢林对这个木村兴志的时候，这个比赛的时候，跟木村兴志也不是，就对张谢林这种削球也是非常不适应。现在我们看到一代新手在不断的成长，不同的加强攻击力量，反击又成功了，6-0。现在是0-6，现在卡尔松发球0-6。现在削回第二板，削回第三板，削回第三板。现在1-6。现在卡尔松发球1-6，这球高了，被对方打了一下，2-6。观众朋友，这是第三盘的第二局，现在卡尔松发球2-6，削球有旋转的变化，一扣球削下网2-7，所以这样使对方啊就想到就不能够光是，侧身抢攻，而且要拉弧圈，拉的过程当中啊就给丁松创造条件，现在2-7。反拍一打，丁松在削球的时候球没有过，现在3-7，现在换发球，丁松发球7-3，丁松这时候把这球拍和球往桌上一放，往上擦擦汗，现在7-3，他同时也想一想这个球下边怎么打。我们看到周围这个球台旁边两侧这个记者真围了一层又一层。现在7-3，现在丁松发球7-3，卡尔松抢攻一板，现在是7-4。现在七比四，现在丁松发球7-4，现在丁松发球7-4，卡尔松现在正手把球再提拉起来，第3板、第4板、第5板，反攻，这球虽然没有打中，但是他这种反攻的意识，大家看非常漂亮。往前一跨步就打，这球如果打中的话，那可就是，那在这次比赛里面恐怕就是一个绝招了。现在7-5，现在丁松发球7-5。在拉弧圈的时候，球出界了，8-5。现在8-5，现在丁松发球8-5。9-5，这是在这局比赛里面发球得第3分，9-5。
9-5，现在丁聪发球9-5。丁松以10-5领先交换场地。观众朋友，刚才我们向大家介绍丁松这个队员的这个几个特点呢，这个、吕林向我们介绍，一个发球质量高，为下一板的这个抢攻呢有威胁；另外一个削出的旋转的变化强；第三个打削球，一般的正手位以削为主，但是他结合反位的这个进攻。现在丁松以10-5领先交换场地。现在半发球5-10，现在卡尔松发球5-10。丁松啊，只要有机会，绝不放弃啊这个抢攻的机会。现在5-11，再抢攻一板，球没有过。现在是6-11，现在6-11，6-11。这是第四板。丁松再消失，这球出界了。现在7-11，抢攻球失误了。现在8-11，现在8-11，现在是8-11。现在8-11，现在卡尔松发球8-11。观众朋友，这是第二局的比赛，第一局是丁松以21-14获胜。出界，8-12，现在半发球12-8，12-8。我们看到在这局比赛里面，这个丁松的发球的变化确实比较莫测，利用发球在这一局比赛里面发球已经得了4分了。另外，利用发球呢控制对方的第一板，再有一个他用削球啊稳稳的用转和不转来控制对方的弧圈球的提拉的时候失误，还有一点就是只要有反攻的机会马上就一板抢攻，好球，13-8，13-8。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丁松啊，所以在比赛里面能够处于领先并且胜了第一局，那么主要的就是3条，一个是发球，第二个呢就是削球的旋转变化，第三就是反攻，所以这3条都拿住了以后，这比分就拉开了，现在13-8。但是他面对这个对手卡尔松也是经验很丰富，所以不能等闲视之。抢攻一板，14-8，14-8。丁松现在14-8领先，14-8，现在是丁松领先六分，现在14-8。现在丁松发球，这时候场上的观众在喊：“丁松打得好，丁松打得好。”发球到一边15-8。这是在这局比赛里面发球，发球得了5分。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丁松直接发球就得了6分，现在已经得了5分了，现在是15-8。现在丁松发球，这样造成这个卡尔松在接发球时候心里确实很紧张了。抢攻，好球，这抢攻斜线，现在是16-8，16-8。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中国队的教练员蔡振华坐着纹丝不动，确实心里很有数了。得分，16-8，16-8，啊，得分17-8，现在17-8，17-8。观众朋友，在这局比赛里面，他得分的这发球直接得分也是6分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发球直接得分在2局里面，这局还没打完，已经是12分了。现在半发球，现在8-17，现在卡尔松发球8-17，8-17。哎，这球发得好，卡尔松这球发的急球，长球急球，这9-17，9-17。这是卡尔松这个队员，我们向大家介绍，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选手。这个队员他的这个技术呢是相当全面。在拉弧圈球的时候，球出界了，9-18。
9-18。9-18。正手故意来球没有过。9-19。9-19。在这个乒乓球运动员当中有一个习惯，不打到21分不算胜。所以这个他还是兢兢业业的在比赛，虽然比分领先10分了。抢过一板，好球。9-20。9-20。这局应该拿下来了。9-20，现在卡尔松发球，9-20。抢过一板球没有过。现在是10-20。10-20，现在换发球，现在20-10，现在丁松发球。丁松发球，现在是20-10。丁松发球。对方在攻中路，这攻的很有力量。现在是20-11。20-11。现在20-11，现在丁松发球。现在是第二板、第三板、第四板、第五板、第六板、第七板，反投。打了七板以后，接着一个回头，21-11。21-11，丁松获得胜利。这样，丁松在第三盘比赛里面2-0胜了卡尔松。前三盘，中国队以2-1领先。